我七年前来过青岛，在我七年后的今天过来，我觉得青岛的变化太大了，加上说又有一个东方影视城的这个理念，比以前我们所去看到的一些所谓的什么拍影摄影的那些电影场地啊，都会都大很多。今天走到奥克马以后，我对奥克马的印象理解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它其实有更多的产品体现在高科技上面，然后给我们的生活呢带来更多的便捷。我觉得奥克马这家企业呢，不愧是这个青岛的五朵金花之一，它能够给其他外来的朋友更多的对青岛更好的印象。我觉得提升了这个青岛的这样一个国际化都市的水平，提升了我们的民族自信。我这是第三次来到青岛了，那这一次的话我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青岛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活力的一个城市，而且比较有国际范，不论是产业其专业性还有这种国际化的事业，我觉得都是很超前的。因为我以前听说过青岛有很多好的企业，但没想到发展得这么先进。西海岸新区建区十周年，因为昨天听你们领导介绍，你们西海岸新区的经济海洋经济总量好像占了青岛的40%，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值得自豪的数据。然后我觉得我们的自贸片区可能会对国内国外这种双轨交融会起一定的作用，但是我们青岛的一个典范性的一些东西。青岛代表目前的中国，开放的中国。我觉得青岛好多人已经知道青岛，从他的亲戚很繁荣。我觉得最近的几年，青岛很著名，在世界上都知道青岛。作为无论是你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肯定喜欢来到青岛。然后我推荐朋友们，外国朋友们和中国朋友们来青岛喝啤酒、吃旮旯。